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杭州亚运会的主媒体中心。再过一会儿呢，今晚八点，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就将要开始了。而在之前呢，我也是特别期待到底可不可以去看到开幕式的现场。而在几分钟之前呢，非常幸运拿到了票。很多朋友在之前也问我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票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也来为大家仔细的来介绍一下。可以看到左侧呢，就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的样式，然后整张票呢是有中英文的标示，而我的座位呢是在 B 区下层，通道是 B4 13排的76座席，看起来是有一些复杂，也不知道自己到现场到底坐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啊。但最关键的是可以有这张票，我们去到现场带大家去看。